可是你要不要再许一次？你再说一次啊！我们要知道啊！嗯、快点说、啊！你有什么愿？三个都要说出来。可以吗？你都说出来。可是两个要说出来，一个不能说。好，好啊，好啊，那你说。那你说，快点。第一个是什么？我想不到了。快点。重复说啊。重复说没关系。对啊。太小不好看。来讲一下，讲一下，快点快点，这样子才可以吹大声。说我在学校的愿望吗？好啊，吃饭吃快一点呢。对。然后还有，还有呢？第二个是什么？吃饭吃快一点。我希望我的朋友也可以不要骂我。他们怎么会骂你啊？因为我没有不听他的话，因为他想要我听他的话。真的、啊，那第三个呢？第三个。好，你想完了、哦？那我想那么快？想到啦，我已经在心里面想。好，赶快吹蜡烛，那吹蜡烛。第三个可以不用说出来。哇，好棒哦！为什么在学校都吹不动，在家里就可以吹得动啊？你要先在学校帮庆祝，先一烧掉就可以，自己买蛋糕吃。